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森田。今天呢，介绍安德鲁的洗发剂。假如说平常洗头发的时候，还有染完头发，头发发根都会很痒，说哦，我的头发也掉太多了吧？所以头皮敏感这些人呢，告诉你非常适合安德鲁的洗发剂。大家可以去查，在美国有第一商店销售 Number One。那呢，安德鲁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发剂，不同的状态。去选择使用，它有荣获 Skin Deep 的绿色无害的认证。这个所有的成分都是萃取花果水果精华，没有任何细磷，没有任何防腐剂，没有任何三肽我们头皮发质的成分，所以它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污染了整个社会的一些水质啊，或是环境。哦，这个呢是用摩洛哥坚果制成的洗发剂，因为有些人的发质是比较少、比较扁塌的，就很适合用蓝色粉罐。你们有没有去过泰国，然后做过精油 SPA？ 涂完整个你会爱上它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它自己非基因改造的，因为它的质地基底呢是用芦荟萃取，小孩子还有妈妈、孕妇们都可以使用。椰子油作为起泡剂，其实椰子油是最纯天然的润滑、保护、滋养我们皮肤以及头发的一个媒介。假如你就是那种我头发很少，真的很容易掉发，很羡慕那种头发很多的人，不要担心，请你使用这一个洗发剂。有一些洗发精在弄的时候，它会让卡住头发。它是这样，你看，轻轻的洗，超柔顺。洗完的时候呢，非常强韧，只要持续用一个礼拜，真的非常有体感。来，我这已经吹完头发了，头发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呢它味道也还是会持续散发，很香。真的推荐给大家，有这样需求的人，其实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安德鲁。